小姐，你们公司有没有男演员和玄灵身高相仿？啊，为什么问这个？好了，真好看，穆小姐，这套婚纱好适合你啊。哦，不过这个腰可以再紧一寸，会显得线条更好。好。顾小姐，你们公司有没有男演员和玄灵身高相仿？啊，为什么问这个？再过两天你就是司令夫人了，还追男明星啊？我哪里追什么男明星？只是今天要试礼服，但是玄灵人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还有这个，打电话到司令部也没有人接，我就想找人替他试一试。奇怪了，小叔叔答应的事情从来都不实约的。是啊，以前徐伯君天天盯着，坐在火药桶上也不实约，也不知道现在怎么了。没事，你先别多想，也许他临时有事耽搁了呢。耽搁了倒不怕，我就怕他有事瞒着我。那你怎么不去问他呢？他说让我无条件相信他，我要是追问他，倒是显得我小题大做了。要不，还有这里，我替你去找找他，看看他到底在忙什么。也好，你替我去问问他，是不是碰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。好。通常小叔叔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不是在司令部睡大觉，就是在靶场打枪。我去看看吧。嗯，别着急啊。顾小姐，苏少少回来了，在门口找您。他回上海了？那我先去了。Thank you.